阿飞，我是立委候选人阿飞。然后我们的那个市议员的专案就是要做一个考卷问卷，然后我们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终于把题目出完了，出了十一题。那这个题目还可以删减或者是再增加。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我们有一个 Tag and D 的这个共笔，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还有什么题目。然后我们其实一直很努力想要做一个劳基法的题目，可能市议员跟劳基法真的太远了，所以一直连不到劳基法。那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就是 demo 的版本，用 PowerDB 做。但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是它很丑，然后二是。PowerDB 很丑。不是，是它不是。PowerDB 很漂亮，是我不会用，所以我把它用得很丑，对不起。然后现在有个问题是，用这个模板它没有办法计分，因为它这个是就是像什么你是纪念时代的谁那种版本，就是它是。选这个之后会到这边，选这个会到这边，选这个到这边，它是比较是路径式的，不是考卷式的，所以它没有办法计分数，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希望说有一些漂亮的插图还有美丽的背景图案这样。那不过现在已经有很荒谬的就是题目可以玩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玩玩看。那有觉得哪一题很难或哪一题也太简单了吧，或者这个也太荒谬了吧，可以就是在那个共笔上面告诉我，大家可以玩玩看。应该有蛮多就是还蛮好玩的，比如线上这些或是哪些是合法的选民服务，对，都有很多，那大家就先玩玩看吧，谢谢。对，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 Facebook 社团，如果你们其他人有兴趣想要一起加入这个专案，这个专案应该很快就可以完成，我希望可以在我去度蜜月以前把它做完。应该在过年前把它做完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如果大家有兴趣一起来做这样，谢谢。